年级所带来的表演，六年级进场是跑步走。定位在播。闭上嘴巴，太吵了。哎呀，陈怀德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有精神，有力气一点，很好哦，现在很好，很整齐。出国压力很明显哦。下次考试要记得答应说好，但是我历史地理真的不妙。铅笔盒的小抄，快点有个暗号。是为人顺着我才用的绝招。等等的说我装傻，心都我都在意，想成为你谈论的话题。为了想告白气球，才学钢琴和乐理。前方，不要看地毯，看前方。毕业前的旅行，我假装不在意，却期待能否刚好和你一起。朋友都说我总是轻柔，我都不在意，想成为你谈论的话题。为了想要买气球，才学钢琴的乐理，都是为了你。我上课不专心，不在意，是因为偷偷看。跪下，我还没有说起立，不准起立。好，六年级表演结束，请起立。向右转，六年级退场，跑出跑步走。真的跑起来，真的跑起来，很好，表现很棒哦，六年级表现得很好哦，很棒。好，那